有一部电影，它拥有大设备、大制作、大场面，还有大脑袋，既有偏爱情悬疑，还有惊悚余生。它奇思妙想，紧张刺激，这辈子也不可能创造票房神话。不要上映啊 ！Don't worry, boy。它就是大轰炸，炸！所以要问我花一个半小时看完什么感想？导演这人心脏绝对舍不得导演的辛苦，肯定也担心渲染太多电脑爆炸。于是自主研发满贴复制粘贴的飞机子，不过还可以加。五毛特效还不是因为钱都被演员拿走了吗？所以导演的要求只有一个：拿那么多片酬脸给我看镜头，不要话筒氧气罩，小脸必须被拍到，隔空喊话黑科技，撞墙也冲观众笑。仰望星空看镜头，45度角看镜头，微笑阳光的看镜头，扔罐头抽烟全都看镜头。被炸死，被砸死，中弹死，抓住死，后脑勺开花死，死也不忘看镜头。你说怎么才能活命呢？只有和老娘们打麻将不会死。但是这是一条废腿呀、啊！到最后晚期那就是植物人。I'm sorry。I'm Chinese